至少那个 boss 应该没了。上面只有蘑菇吗？吓死啦！感觉好像去远一点了，这里好像我都看过了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走下面。 下面是大，刚刚的 boss 吗？他不是变我们自己人了？不是，他红色的灯诶，是吗？好白。那他刚变敌人的时候，他身上有怪怪的虫卵，然后有血条。哇！下面是不是要需要大家的力量？ 爬上去！猜猜猜！啊？怎样？你在你旁边，你在我旁边。嗯。我们要不要下来？他下去吗？下去干嘛？还差两个啊！还差两个，感觉是那边还好像还没走过。差一个。哦，你是说水晶？我拍谁？我有点模糊。对，水晶。你继续挖。 刚刚打 boss 那里，就来的是他。我要钱。哦哦，我看到了。你们在哪里？看到蓝蓝，然后还有三个虫虫。 我不知道他在打谁。我知道，你们可以看我这哦。下面，我带你们。这个黄金这里。虫虫来袭！虫虫来袭！我还没有补给，补给在哪里啊？在下面，那里对。哦，这里不敢一个人，我一定要跟你们。你在哪里啊？ 他会回来待我们。等下，我一直在刚刚打 boss 的地方啊！哇，怎么又落石？我的天啊！你们还在上面哦？对，这边有虫群，我被抓走了！上去带你们。 Hello，KO， 来喽！其实跟在那只附近就很不错，他会帮忙打，只要小心他的炸弹而已。对。哎，嗯，小丽啊，走。 两颗，两颗跟巧克力去吗？对啊，在我这里哦，我这。就这。哟呼！差两个蓝蓝。老师这边绕一圈。哎，对，这里的洞，这里哦。 下面粉大的哦，你们看到两簇蓝蓝的？没有，我们看到钱。哼，你看这中间超神秘的，冥冥中只有钱。等一下，钱很重要。它是在地上还是在下面？我可以挖，就是看一下，因为有虫虫。我挖到了。我这边挖到一颗。 原路回去吧，保护我们！他来了，哇，好厉害哦！这厉害的可以来，还有吗？
有两颗，这两颗，哎、欸，蘑菇，插一个蘑菇，插一个蘑菇，哪里？没有啊，我们插一个蘑菇。哦，刚刚哪里多少个蘑菇？我下去找。这有那么好大一串黄金？找一下。你们先上去吧。那个上面那里啊，这里你要勾锁上去看看。好啊，因为那另一边。找找个风水宝地。谢谢我巧克力，这边就有了。我靠呀，我的。好，我先跟橘去送。九九九。巧克力，你是不是迷路了？没有啊，我刚在帮繁星指引。我找到了蘑菇，蘑菇可以了。啊，好。耶、yeah。你跟他们找到那个繁星带一下彩彩。对对对，找到找到。哎、欸。我的队友眼中都是钱，带不走的钱，有钱带着走，钱带着走。我先等你们好了，等你们的蘑菇。我们有1100个黄金。哎、欸，白痴哦、喔！怎么了？没有。干嘛？怎么了？那个伙伴吓我。我们等一下会有大 boss， 他就可以帮助我们了。好了，耶、yeah ，有。按掉我们按发射牛。发射火箭。哎、欸，巧克力，你按的时候是用食指跟中指按。食指跟中指按，对啊。啊，叫我们坚持下去。因为要坚持两分钟，先走啦！大只啊，大只没有来保护我们！哎呦呦呦呦！是我斧头！OK 的啦，我们这里有他，还有我们在，轻轻松松。再来啊！有哪里需要亮亮吗？还行，需要都很亮。哼，满满的探照灯，一只大只的，吃斧头。呜、哦，他也会吐，他也会吐，互相吐。我想要补几仓。我招了一个补给舱哦，等下可以尽量用。看到大量子了，全部都死！购物哪里？看不到他在打了，那补给也来哦，可以自己拿。好。那么什么？哎、欸，巧克力，你看我跟灯塔一样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你有那个？哇！有那么猛啊！啊，灯塔被打掉了。炸了！空降舱到了，三分钟，在下面，感觉是在我们刚刚最后的地方，是吗？好像不是。哎、欸，大伙要行动哦！迷路了，感觉要先下去、欸，要先下去。那钩锁，那钩锁。后面有跟上哈，好可怕啊！这什么发生？哎，哇，怎么又在另一边？哎呦，那个会滚的哦。对，他把我滚来滚去。
在哪里啊？现在到底要去哪？他滚爽，要上去，可以看到吗？可以看到吗？那个彩彩后面，彩彩后面，彩彩在这里，因为 B 的那里 ，B 的那里。哎，巧克力，对，直接挖过去。对，我这边到这边就直接挖了，我受不了了。啊！我被抓走了。啊！帮来，彩彩帮彩彩。哇！你上得来吗？他可以。嗯，可以吗？可以吗 ？OK 啊。上名单给你。好，我继续挖。我再打那一只，两点之间，直线最近，有，挖通了。不是啊，他滚爽没？你滚爽没？这里安全。吗？有，打掉。嗯。彩彩嘞？小哥，我救了你。我在这里。好。彩彩已经在那边了。炸出一堆虫虫。可以进去了吗？那他要保护你。进来。那你烧我。叫你赶快进来哦。我应该先把你打倒了，再把你拉起来哈。别自己人。把他打倒，然后就坐飞船走了。对，把他自己丢出去。到时候我就从上面掉下来，棒棒，但是不错。哇，加80，应该是我们有额外完成。我有捡到风母石。有，那我有挖到一些。有哎呦，解锁啦，完成。可以买东西啦，可以使用交易终端的权限，大家可以来看看。我要换穿甲了，解锁新破甲是破甲剑。像他那个交易是哦，矿物交易终端这边就可以哦，用钱去买矿啦，对啊。难怪你们一直在那边说钱。以后缺什么矿就可以直接买。小朋友才用采集的，我们直接买。穿的更快。升级。护盾保护更大范围。你一块护盾后那个虚秒。画几嘞时间。我画。哦、我有那个武器证执照，升级冷冻炮。哦，你们会不会有各自的武器执照？会不会看可不可以？在哪里啊？你在哪里看到、啊？就一样那个合约告示板。合约。嗯。很小、哦。有哎、欸，我是雷霆重型机枪炮。什么哪里、啊？每个人都借一下自己的执、啊、照升级。啊、合约。嗯哦，金刚杵，电磁冲锋枪，很强哦，看起来很厉害。接个砖头弓，我还有砖头升级耶，升级武器的任务。哇，会是不同的。你说每个人不同关卡都不对？嗯，关卡会不同。会在哪看？你是升武器的吗？我是，我感觉我的是，我看一下哦，砖头冷冻炮。所以要用砖头吗？升级步枪。我挖跨界，我看一下哦，造自动炮。因为我在想，他说不定可以弄到一起。砖头工，为什么不先接那个年度考核啊？让我拿到东西耶、欸！年度考核可以干嘛？下面那个可都英文、欸，还有礼物耶、欸！因为我们想要武器变更强啊。对啊，他只能一次接一个。去一下厕所。好。
茫茫的。那个啊，橘，不然橘先也接啊，因为橘你还没接嘛，武器。接哪个？接武器吗？对，合约武器十等的武器。有我拿的。嗯。看看。哇。三个不一样。都不同，对不对？繁星跟彩彩是同一个的。你怎么看啊？就是他这个啊，任务中关，哦、我看到了。对，哎，我看到是你跟彩彩，那表示说我跟你跟彩彩是不是？没有，我看我自己是另一个、欸。辐射禁地嘛。你们三个在同一个地方、欸、对啊。啊，我嘞、哦，我看不到我嘞。你在岩晶峭壁中间那个。我跟你们不同哎、欸。对啊，你在偷跑啊，在跑第一个啊。我就说我是这个世界的神，不信哦。哇，我相信哦。可是我没哦，你，可是因为我们都是在辐射禁地，可是辐射禁地点进去，我们是在不同关哦。对，反正就是要打四次。哎、欸，繁星跟彩彩是一样的。好、哦，那不然先帮繁星跟彩彩解出来。好啊，好吧，慢慢来。我有黄金虫群哎、欸，我的关卡好像比较厉害、欸。你说什么虫群？黄金虫群好回来了，现在要干嘛？金光解我跟你的任务。好、哦，我跟你的是一样的，是不是？对，我以为说，因为彩彩跟繁星是一样的，但是橘是金光虫群。对，所以我们要先解橘的。哎、欸，说不定你那是实现的、哦，有没有？现实的吗？对，现实的，它一直在闪亮哎、欸。那先解他的最大穿透，先帮橘解他的特殊武器，顺便领大钱，领钱喽！你早就做好了，我连安全带都扣好了呢。领钱喽，马上扣好，垃圾，你最快，当然，有呦，走走走。不要看我腿这么短，可灵活着呢。走走，拿你的金光虫群，然后下面就有写，很酷。哇，你这六个虫卵呢？之前都只有四个。哇，变难喽。怎么了？保护我。好。我勾手一个勾，你就跟着我勾，然后你就可以走了。哎、欸，一种花。有花花。哇，这个肚子叫的声音！哎、欸，水母玉母，打他吗？打他，对啊，不然他会招水母哎、欸，他会招水母卵。有那个会抓人的虫，你的体力有一个会吸我血的虫，我打一下。哇，这也太深了吧！等一下，这边抓。然后还有很多一种，哎、欸，他死还在那边下蛋呢、欸。死了还是下蛋？我刚打掉一个了，说，我刚也打掉一个。啊，这边有很多消团，也记得可以拿。因为六个虫卵估计打很多波。哎、欸，好多虫虫哦！我们给我们下马威啊！真的，橘。反正这里很多洞啊，随便哇。好吧、啊，跟你。这里打通就这里啦。好啊。有没有路？这里要勾锁，等一下你帮我照，还要再照一下。你看下面很多，照一下。炸！啊好，那就。哇靠！哇靠，好亮！够亮吗？太亮，太亮，太亮！没办法，太多字。后面也来。有那个狼蛛，等一下、哦。亮。哎、欸，后面打我。哇、哦，帅哦！后面人打我，帮我一下，帮我一下。咬爽没？咬爽没？咬爽没？我只能勾这边哦。都行都行。啊、哦，写的哦，对，漂亮。还有什么？地者？哎、欸，我们抓，我们抓，我们抓！哎、欸，你那边会死，你会哇哇哇！我这也没办法、啊。看一下，哎、欸，他在，哎、欸，他高空弹跳。哎、欸，对啊，他对我好好。我帮你盖了一个地板。你太强了吧！你没有，我就看到你那里好像可以盖，我就赶快盖，你就把它放在下面了。对哦，巧克力笑。哇，
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感谢天，感谢地，谢天谢地。不是刚什么康普啊？你太帅了吧！而且刚那个虫，它是那个哎、欸，牵你一条绳子哎、欸，放下来的、啊。对啊。好虫虫。哦，满载满载。Over here。消团。嗯。对，你们帮忙挖消团。一种花。我等一下去弄虫卵。哇，那阿才。等一下，有办法吗？我帮你标。嗯，标一下。猜猜刚才那个美技太强大了。哎，我怎么被抓走了啦？茉莉回来啊！哎、欸，什么？我存个虫卵、啊，他就在我前面准备下来，被又被你叫走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安全带已经扣上了，要被又解开去找你了。你们在哪、啊？隔壁。哦，看到了。对，我这边马上再挖一颗，直接两波一起来啊！啊？哎、欸、呦，大只的、哦，超大的！这有花，有什么？有什么？开走开！这里还有虫卵呢、欸！哇哇哇哇哇哇！会滚的，会滚的，会滚的！啊，先打，先打，先打！你们等一下还会再打哦，会爆会爆！所以那个会爆，好 ，OK。哎、欸，会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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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会爆！我靠！活着啊，他好硬哦！他打屁股啊，杀屁屁！